碗中先来打一个鸡蛋，加入90克纯牛奶、30克白砂糖、15克薏米油、2克盐，搅拌混合均匀。今天咱们分享一道比烤馒头还好吃的小面点，倒入200克普通面粉，继续搅拌成团。想做成拉丝的小面包，需要将普通面粉换成高筋面粉，并加上酵母，拌至看不见干粉，盖上保鲜膜，醒发30分钟。醒发好的面团直接放在案板上，案板上可以刷点油防粘，用刮刀整理圆润，分成四份，再将每一份分成若干小份，手掌抹点油防粘，再次整理圆润。烤盘表面提前刷一层油防粘，整齐的码放在烤盘上，表面刷上一层牛奶或直接喷上水，防止烤的过程干裂。放入提前预热好的烤箱，180度烤25分钟左右，烤好趁热在其表面刷上一层黄油，黄油可以起到增量的同时还可以增加风味，这样烤出来的小面点比烤馒头还要好吃，软硬刚好，饱腹感也比较强，烤出来的颜色也还可以。好啦，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喜欢的朋友可以在家试一下，拜拜。